好，我们来介绍一下第五单元哦。好，八乘以八点阵 LED， 它一样分为供应级跟供氧级啦。啊，因为现在哦，它电流因为够大了，所以我们用供应级就可以。供应级它可以简化电路。以后如果你没有看过以前8051的时代，都用供氧级啦，供氧级比较麻烦，它还要导灌啦，导灌它的驱动电路比较复杂。啊，因为它电流够大了，我就用供应级就好。供应级就是直接驱动，它电流够哦，电流够就直接驱动。第二个，我为什么选 Arduino 2560？一般外面都是 Nano 嘛，啊 ，Arduino 2560的优点就是它脚位多，啊，所以呢，你就直接驱动就好了。各位有没有看到我的电路就是这么简单哦？这个八乘以八就是这样，因为它的优点就是。我选2560的话，脚位多，所以我的电路就是这么简单哦。我的驱动电路就是这么简单，也不需要电晶体的。如果是供氧级，以前8051的时代，哎，你这里要还要再用八个电晶体，现在不用了，电路就是这么简单。啊，我们来看它的内部结构，这个八乘以八，它这个理论上，我们以前嘛，用八颗 LED。是不是要16条线或者8条线啊？这个呢，它8×8=64颗，64颗理论上是不是最起码你要64条线才有办法控制？但是单晶能不能有那么多个接点？单晶的特色就是它的 I/O 很贵，它的 I/O 接点很贵，你不可能没有六，你光一个8×8，64颗。你如果要独立控制，那就要64条线，不可能。啊，就算你有八八六十四，64条个接点可以用，如果你真的接64个接点来用，那它的软体又很困难了。就算你有64条线可以来控制它，就算你接了64条线来控制它，那变成你的软体会很复杂。啊，它是利用视觉暂留，它是利用视觉暂留，它就是说，你看哦，它输入通通接在一起，有这1、2、3、4、5、6、7、8。哎，你们如果要买材料，或者学生要买材料，要特别小心哦。这个我们中国跟我们台湾跟大陆它不一样哦，所以你买零件的时候，我们台湾是以行为优先的，你要看图了。因为他买零件的时候都会有这个图，哈，以这个图哦，你要看以图为依据哦，他是不是以 current 为优先啊？以 current 为先，好啊，这八个他都输入都连在一起啊，这八个哦，输出都连在一起，也就是要有位置观念了，这八个人哦。通通连在一起，好，那我要丢资料的时候，我要去喊四号你来接球，我要先说你们这四个大家共用一条通道哦，我要丢球，好，四号接球，我再丢啊，四号就去接，共用哦，共用的，好，你看哦，我球要丢给这个四号，我要先写四号接球，球一丢四号就去接，好啊，所以你看哦，你看这个东西要怎么检验？你就是你看哦，麻烦有好啊，这个脚位哦，抱歉，这个脚位以前的零件不晓得为什么，它这个脚位没按照顺序哦，你买来的零件，这个八乘以八，它的脚位是很乱的。16×16就统一了。最近这两三年发明的，最近这四年发明的16×16，它的脚位就有统一了。你看以前的脚位，这个是 R5 哦，这个 R7， 你要来麻烦你把自己的 LED 拿下来，看一下自己的，它那个厂商的编号是放在下面。好啊，我们的编号一样哦，一二，从这一个就你想象这里挖一个洞。跟 IC 的编号一样哦，1、2、3、4、5、6、7、8，这个叫 R5、R7、C2。你这样叫学生插，10个有11个都插错。所以我洪国盛的贡献是把它统一了。
把它统一了 R1 到 R8 C1 到 C8 我重新拉了，这样有一个好处，你随便插通通对啊，如果你这样乱七八糟的，它的插错的机会太大了啊。因为我们这个是大班教学，你光一个学生插错，你跑来跑去跑过去，你下班都累昏了。所以买一个教具就是有一个优点，我把你脚位通通抓好了。好啊，现在这个东西你要怎么办，你就把它的三角电板拿出来，你看哦，多乘以十，它是不是有写15 mA？ 就是它最大有15 mA 的电流过来了，所以你要波乘以十哦，波乘以十，这个档位，这个档位波乘以十，好，然后呢，黑棒，三相电表的黑棒是接电池的正极哦，黑棒是接电池的正极，你看到 R1， 这样是不是第一个亮？啊，一号去接球，二号接，三号，我要先说三号去接球，打下去。这里四号接、五号接、六号接、七号接、八号接，再来哦，啊，这个是二号，我如果这二号，第二条 R2 这个 R8 好了 ，R8，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好，再来哦，人类有一个特性哦，人类视觉有暂留，这个东西这个影像会留下来20分之1秒，会暂存在你的，所以你只要速度够快，速度够快，它会看起来一起亮。只要你速度够快，它会一起亮。也就是，如果有一个小朋友，他有办法在20分之1秒内跑去上厕所，要跑回来，你就可以见证说他真的没有去上厕所。好，来哦，啊，卡通也是一样啊。卡通为什么会看起来连续？它就是这边瞬间的变化。好，一样一样，通通原理都一样哦，通通一样。好，如果这个没问题，好啊。如果你们没有三用电表，小朋友一样用这个给我拿出来，来来，一样很好用。一样，这个东西是不是你就想象成这个是一个接正的，你的这一根插到五伏特那里去。也可以，来来，这样来来来，一样，搞定了，搞定了，来，我刚好，你看哦，哇，你就是，这个是不是你把它插到正的那里？那个 LED 把它插到五伏特 ，LED 那这一根就是你的电池的正了哦嘿，你想办法另外一头插到负的啦，负的，你这一头，因为你是一公一母的，想办法插到那个光。另外一只把它插到 ground 就好了 啊这样你就可以去量了，一样啊，你可以去量，这样这两根就很好用了，这样也一样，好，一样可以用。反正你看哦，来来来来，我想到了，来就这样，你就两根嘛，两根，我示范一下，两根，这个插这根插到五伏特，哎，老师不用忙了。反正你想办法，自己想办法。我这一个工具，这一头颠倒用哦，这一头现在去插五伏特啊，这个就是电源了嘛啊，这一头你想办法给我插到 ground 啊，这一个就是当做三相电表用了，你就可以用了哈、哦。这个麻烦你插五伏特，这一根这一头另外一头想办法，大家各凭本事，这个插到 ground。啊，你就用这个棒去量就可以了。好，那如果没问题，我们驱动电路是这样啊，都没有变哦。好、哦，都早上的是不是都没有变？不要变哦。好，那现在就是来看哦。第一个，你就叫学生接好了，要先去硬体测试。好，来，这个就是这一段，叫小朋友要自己打，复制哪一样。来啊，这个程式你看，你就把它复制贴上去。好，第一个你接完了，所有的做单晶，第一件事情都要硬体测试，一步一步来啊，不然待会错了你都不晓得错在哪。第一个先硬体测试，你看了、啊、我这样 delay 的500，就是一行一行亮。好，你先表演，你看一下哦，它这样。
这里五百哦，五百，你先看结果一下。好，是不是这样？一行一行，一行一行哦，一行一行量。好，我们来解释一下为什么。你看哦，我是不是位置？位置嘛，是给七 F， 七 F 呢？你看一下，七 F 是不是这样？零差七 F， 七 F 的时候是不是只有它是零？我给七 F 的时候，各位想象一下，给七 F 的时候，我这里 Port C。Port C 给 7F 的时候，是不是只有它零？只有它零哦，代表资料是送给它，船叫它来接的啊。再来嘞，第二个我给 VF， 什么叫做 VF？ VF 是不是1011这样？是不是只有 bit 6是低电位？低电位的人去接到资料，低电位的人。再来 DF 嘞 ，DF 是不是只有 bit 5？好 ，bit 五哦，所以你看一下程式哦，就是这样哦。我是不是依序给七 F、V F、D F、E F、F 七、F B、F D、F 一？好，就是我依序，只有每一次都资料送给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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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给他。好，你看哦，所以它的结果就是这样，结果就是我把我资料的通通送 F F 哦。我现在资料 FF 就是全量全量全量啊，五百是轮流。好，来来来，那现在呢，我如果送快一点呢，我送快一点它就一起亮了，因为人类有视觉暂留，这样是不是就一起亮了？各位看一下，我是不是就一起亮了？我速度过快的话，因为跑出去又跑回来，我这个灯嘛，只要在20分之1秒内又点亮，那永远是亮的。我再讲一遍，这个 LED 哦，我是在20分之1秒内又点亮了它，所以你没有感觉它熄灭掉。因为我的速度多快，你知道吗？我的速度是一个 ms 哦，我的速度，我是跑出去又跑回来，花了多少时间？花了一个 ms 了。花了0.001秒了，啊，你只要在20分之1秒内嘛，0.05秒内跑进去又跑回来，我根本没有感觉了。你多快？你跑出去又跑回来，0.001，0.001，哦，太快了吧，这么快，好，它速度就是够快，所以你没感觉它熄灭掉。好啊，如果这样没问题的话，那我如何显示红？重点来了，我要如何显示红呢？我是不是要把红数位化？我要把红数位化，三点水的红哦，你看哦，我现在已经可以点全，我刚才都是给 FF 哦，好，我现在我把红，你看我三点水的红哦，有没有看到？我要把红数位化哦，中文字也可以数位化啊，文字辨识也是这样哦，我输入一个红，输入一个黄，你要如何去比对？那个现在以前20年前你要去领钱，行员是不是能比对印章，对不对嘛？现在不是的，现在他都是你印章盖下去，他就放下去，马上比对嘛。他现在不用肉眼看了啊，所以你要数位化，你要数位化一样啊。他电脑你看了、啊，我是红，红，红，这个是共，有没有看到这个是共？我就这样写啊。拿一个8×8的方格子出来哦，这样，这样，这样，好，是这个就是一个8×8的方格子哦，8×8的方格子，来，这样呢，这件事情你看到什么东西？高远在下面，你是不是看到0×91？有没有看到这个是91？有没有看到你这个哦，这个是不是？零，这个是九，看到不？1001，啊，这个是一，这个零差4A，我要用个纸垫着才会，不然来哦，看到不？你这个东西，你是不是回报是4，这个是 A， 这个呢8，这个是0，这个是52，这个是3F。这个是3，2，这个是5，F，0×
九二，好，所以你这个红呢，你是不是数位化的结果是这样，用阵列储存起来？好，来了嘞，你就把它取代，程式都一模一样哦。我是不是把它刚刚这样是全量没争议哦？刚刚全量是我通通丢 FF， 好，我现在又丢 DOD， 我现在丢 DI 啊，很就这样而已，程式就这样而已。那你看啊，我这个第一个瞬间，哦，不要，先看结果，没有骗你们哦。有没有人来切一下画面？就这样而已，真的这样，当我一点怪，外面不会告诉你。外面人家那个吃饭饭碗，是不是真的红了？硬体。你刚才跑出去了，我再讲一下，因为你跑出去了，我跟你讲一下，不是算的。来，我倒带一下，因为你刚才好像跑出去。我是用算的。不是算，用看的，不要再算。你跟你师父工作，你算他就帽子打下去了，头打下去。来，刚刚倒带一下，刚刚。这样有没有问题？刚刚电路这样哦，好，刚刚电路是这样啊，你要你这样可以全亮。你刚才有没有听到这里？这里有哈，这里是不是全亮？全亮嘛，全亮就是我是不是资料都给 FF 500是一行一行，你有听到哦？500啊，是不是 CI 我只是位置嘛，我位置嘛，位置这里有听到。好，那我现在只是我要显示红怎么办？我要显示红，你麻烦你把一个八乘以八的方格子拿过来，八乘以八的方格子拿过来，那你就开始写。所以八乘以八的方格子只能显示简单的中文字，还有数字，还有大小写的 A B C D 都可以。简单的数字啊，像你如果姓刘啦，姓那个太复杂的字放不下去哦，太复杂的中文字，红可以，你看到红三点水看有无？共加这个这是红外红啦，我的那个我姓氏的那个红，洪水的红。用看的，你不要去算了。你看到这个现象，是不是九零叉九一四 A 八零？好，第一个瞬间呢，它待会你看了，待会第一个瞬间就是九一嘞。那你 C 位置是七 F 的时候，我就送九一。I 等于零的时候，我的位置要先要养成习惯了。现在都是共用资料线哦。你如果颠倒嘞，颠倒有时候会有鬼影。什么叫鬼影？就是外拐，有时候会啦，会有鬼影，就是照偏去。你要先给位置哦，位置给七 F 的时候给九一，资料给九一。我这个是不是丢到？你这一行嘛，丢到这里啊，所以我就给七 F 啊，我位置七 F 的时候，我就送这个零叉九一过来，好，这样会哈，就上零叉九一，位置是他的时候，我送零叉四 A， 位置嘛，这个是一个是位置哦，位置七 F 的时候，我送他。这个是不是第二行？好，四 A 要送到第二行，零叉八零要送到这一个第三行。好，你们自己做一遍好不好？来，自己找一个中文字最简单的双木林，找一个一二三四五的五，找一个六，找一个七，找一个 A， 找一个八，找一个大写的 A， 自己写写看。好，不然我再倒带一下。位置如果七 F。资料给 FF， 是不是第一行的八个 LED 会亮？位置哦，位置，我如果这个位置啊，这个给资料，好，这个是不是第一行的八个 LED 会亮？位置7F，
位置我给七 F 哦，位置我给七 F， 资料我给 FF， 是不是第一行的八个 LED 全亮？位置如果给七 F， 资料给零一，那只有一个。位置如果给 VF 嘞 ，VF 这第二行，第二行的最上面的三个 LED， 好，你自己看一下就好了。你看喽、哦，我这里给七 F 嘛，七 F 是不是零一一一嘛？七，各位想象呢，七 F 是不是零一一一一一一一？位置如果给七 F， 我资料送过来，是不是他接收了哦？他接收了，这样可以吗？位置哦，啊，如果 BF 嘞 ，BF 是一零一一嘛 ，BF 再来是 BF 来，你自己想象一下 ，BF 是一零一一嘛哈，一一一一 BF。那、啊、你给三，只要给三啊 ，BF 是在这里，哦，红，啊，它送过来，低电位嘛，啊，送就是这两个，所以就是他们两个配合的天衣无缝。九一嘞，这里来，大家有没有再看一下？红三点水的红，这个要送到零。零一一一，通通一嘛。那我们慢一点，你真的还不懂的，来，你这边来，我再跟你讲一下。来，这个是不是零啊？一啦，一零一一一零零。你看到一零零，你就回报零，你这样是不是一零零零差四？这样就叫五啦，这样就零差五啦，这就六啦。这叫七啦，可不可以用看的？这叫八，好、哦，这叫八哦。你看到这个现象，四个灯是这样，你就回报它零差八。你看到这样，这叫九。啊，这个就是十。你看啊，一零嘛，三嘛，四、五、六啊，七啊，七再加一嘞，变八，再加一是不是九？这叫十怎么办？十我们就叫记以 A 来表示了，十的哦，十啊，这个十一哎，这个叫做 B 啦，十一哦，十一是 B 啊，这叫十二。你看到它，我们叫做零差 C， 零差是说我后面这个东西叫做十六进位的。我看到这个现象，你就直接回报零差 C， 啊，这个叫做 DDD， 就是13了哦，这叫14了，这叫15了，16怎么办？这是不是16？ 16就是10。17嘞，这是不是17？ 17就是这样，这个再加一，这个再加一嘛，零差11。啊，这个嘞，零差一二，啊，最后这里嘞，是不是零差 F 一？这多看几次就会了。一，这个叫做 A。啊，刚才 B 是不是这样 ？B， 哦，这叫 B。好，你看哦。我倒带一下，因为今天的重点就是这个，这个你懂了，你就通通懂了。你今天就跑这一趟，值回票价。好，我今天就是说要讲这个八乘以八的点阵 LED 了，八乘以八的点阵 LED， 它这个 LED 内部的结构就是这样。这还是跑马灯哦，我刚刚那个是不是叫跑马灯？我待会有两种，一种是跑马灯。啊，另外一种是一字的上去，人家告白板。我们先做这个。什么叫做跑马灯呢？跑马灯是这样哦，你资料，比如说我要显示红五 A， 有没有？我先用人工算了。我国中的这一本我都是用人工算，我高中那一本才有叫做
请电脑算，是不是你要显示红 5A 一样啊？你需要把红在这里，红先写好，这个是红嘛？哦，这个红先写五五，有没有看到五？五五五五五五，这个是五，排一排，再来 A， 这个是 A， 那你是不是一个一个去算？这个都零叉开头。红五 A 是不是你就这里这一堆就是红五 A 了？前面要加一些零，不然你来不及看。奶奶，这里是不是从九一开始？从九一开始嘛，你前面要先加八个零，不然你来不及看哦。哦，有没有？你要从这里开始哦。你再看一下，你第一个字你不可以从这里开始，从这里开始一下就出去，来不及看。你看一下哦。好，你看一下跑马，这个前面是闪烁，闪烁上卷，好啊，这个你看啊 ，A 是不是要从这里出来？你 A 不可以开始在这里，一下就出去，你来不及看啊，所以你看啊，前面要放空白，你是不是九一这里？这个是经验的累积，九一在这里嘛，你这堆是你算好的，这堆是你算的，有没有问题？那、啊、你前面要加一些空白啊，后面呢？后面要加一些，你要后面你看哦，我要结束的时候呢，你要再把空白哦，你看推过来啊，好，快要结束了、哦，快要结束了，我是不是这个呢？这个他也在工作的，只是送一堆空白过来哦，好、哦，你要送一堆空白出来，还在工作哦，还在工作哦。不可以，最后一个字它只出来这一秒就出去了，那来不及看。好 ，OK， 所以你后面你要摆空白，那是每次你想象一下哦，是不是第一次要送他八个，第一次抓他出去，第一个瞬间他出去哦，去给人家扫描，去重复扫描，第二个瞬间呢，这八个一次都八个人出去。一次都八个，第三个瞬间他，第四个瞬间他抓四个，这样了解哈、哦？所以你看哦，这是这个回圈 ，K 是你一个计数器，这里低哦，这里改一下哦，好、哦、啊 K， 我们来看程式哦 ，K 是不是一个长度啦？长度减八，因为你最后一次长度哦 ，K 就是你的长度哦，你的东西的长度嘛，就是这个的长度。但是你只能最后一个抓到这里就好了、啊，这样才不会异位啊。你的长，这是你的长度嘛，四十个，你的长度是四十个，那你是不是做三十，做到三十二就好了、哦？做到三十二就好了 ，OK 哦。这个 K 哦，你是不是抓给他以后，每次抓八个给他，这个人呢，你还要去做、哦，你是不是这个动作，这个动作，电脑很快啊、哦，这个动作还要做五十次哦，因为电脑太快了，你做一次人类来不及看，这样是不是？你看，这样。你还停留呢？电脑真的是太快了。你想象一下，一个棋王哦，一个棋王，他可以一口气跟一千个人下棋。啊，他每次下完，因为他太快了，他还要休息，还要等你。这样懂不懂？你看那个戴资颖，如果跟我打球，他都在那边休息。他打完一个球可以纳凉，因为我都在追球。好、哦，这是立高手，他打一个球，他一定可以休息一下。啊，再打下一颗球啊！我跑得乱，我跑得稀里哗啦，跑追不到球。好，这样了解哈、哦？你看哦，高手就高手，他速度太快了，你要做五十次。好，来了就这样哦，我们把它，你就这样，今天把它乱复制下来，真的就懂了，很好玩。这个。
他说 A 完了还要再继续推往右推，你不可以 A 出来了就结束了。这段我称为扫描。好啊，这个我没有很精准的控制，待会我会用时间。我这个刚开始我只是说先做五十次，好，待会你还可以用另外一种回圈，很精准的看要控制多久。啊，这一段我就称为扫描了。它这个就是很快的一起去丢资料。好啊，这一段没问题吧？哈 ，Port B， 你看我 Port B 通通输出啊 ，Port C 也通通输出啊。啊，这个你当然是要换外面嘛。这是你的位置线啊，这是你的资料线啊，这事实的，事实就是你全部这一个这个几个啊，你看3824嘛，24+16。是不是四十？我前面我一个字是不是八个？一个字都八个嘛，哈啊三个字3824啊，我加8+8，所以这个长度是40，这是这样来的，好啊，所以啊你这里要扣掉八个啊，才不会异位，好啊抓了这边抓啊，所以我这个东西可以让他练习操作回圈啦，操作阵列啦。这个如果你都很熟练了，你那个 APCS 会比较好理解。我的重点就是说，哎，他你看哦，就是你要去练习，不然你不要去看我的程式也没关系，反正你就是第一次你要丢这八个，第二次你要丢这八个嘛，你不要去看我的程式，你自己写看，好，这没问题了哦。好，再来又一个重点哦，告白版哦。刚才跑马灯是很平淡，好，外面我看到人家做那种告白板，就是小花我爱你，一个字一个字打嘛，那个是做榜单特别有效。告白板你看哦，我是不是要逐一显示825710？那你是不是你看哦，这个八，你要用刚才那个方法嘛？啊，刚才人家这个老师马上想起来了，用 Excel 也可以。好，用 Excel 哦，后面是用 VV 啦，你自己各凭本事。因为国中生，我是觉得我很想说用人工去算，给他去算一算，让他去多练习这个资料的输入。这个是八，好，第一个方法啊，八你把它换好，这个是二、五、七、一、零。好，这是85710，是把它换好，用二维咯，你可以用二维，可不可以？这个是一次八个嘛，你这个是八，你用刚才那种方式去数位化，八你是不是写在那个自己在方格子上去写哦？这个每个人数位化的方式不一样啊，我有时候你放左边一点，放右边一点不一样，我是放的比较左边，你可以把它放中间一点，自己去写你的漂亮一点的，这个是八。是用二维的哦，我是一秒钟自动变换一个数字来了。我们先看结果好了。国中生有时候你要先看，不管国中生高中生，好来哦，我这个很准哦，我一秒，哎，我一秒，我这个就有用刚才我是随便做50次，现在我是做一秒哦。来了，结果就是看一下，我要做这个效果了。这个8257110，8257110，好，这样，好，这样怎么做？哦，一样啊。这个是不是你的8257二维阵列哦？你看学这个你就会用二维阵列了，这个没问题吧？这个一样啊，刚才只是位置而已啊。这个低阵列是资料啊，低阵列是资料哦。好，那我是不是你看 iz 等于零的时候？z 等于零到七嘛，0 1 2 3 4 5，哦，一个空白吧，哦，不是，这个
这个 Z 是一次要八个啦，啊 I 嘞 ，I 不是 I 才是那个字 ，I 是 I 加六，六是这个零一二三四五，好，你看呢、哦、I， 这个你看呢、哦、二维阵列哦，很好玩哦 ，I 嘛 ，I 是这个哦 ，I 是它 ，I 等于零的时候，是不是一零？这些都是零嘛，这个是不是零零？零一、零二、零三、零四、零五、零六、零七嘛，这个没问题哦。好，来二维阵列，二维阵列哦，可以哈、哦。这个是第零个，第零个就有八个。第一个，那二维阵列没问题哦。二维，这个你国中的资讯科技也有哦。教了这个国中生到底可不可以？国中的资讯科技是不是都讲那个 switch 啊？这个如果高中生，对不起，可以请教一下，这个高中生到底行不行？这个吗？哎，二维。文字的部分大概社团少部分也许可以，但一般级的话不可能。班级没办法哈、哦。班级就是文字的部分是有困难。都用是溃区哈，那我是功亏一篑啊，我都是理想化，啊、哦，这个。这个高中到底有没有办法？因为 Switch 是人家写好的，我们这个你们自己写没关系了，我做做看，我做高兴的。今天各位要学就好了。好，来，这个是二维哦。我第一个，好、哦，第一个瞬间 I 等于零的时候，是把这个零的这个八个人送出去。这样可不可以了解？I 等于零的时候，好，因为你看到、啊、I 等于零啊，这里哦 ，I 等于 I 加 I mod 六哦，六个字哦 ，I 等于零的时候 ，I 等于零还用一个回圈，就是把这六这八个人送出去啊。这件事情呢，这件事情要做多久？做一秒钟。停留一秒钟，停留这个很精准哦，这个是取系统的时间哦 ，MS 哦，取系统的时间，我就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取，这个是一个回圈嘛，一个回圈。当它我一开我要进入回圈以前，先取系统的时间，我每做一次，我就去看看。就马上取系统时间相减，如果它小于一千，就是说我这一件事情一个字要一秒，一个字要一秒就对了，这样就很精准的控制了，这样就很精准的控制我一个字停留一秒钟。这个，你看红字的，你都可以去查、哦，你看哦，这个红字的。很，你看了、啊，你可以去这里查它的指令。这个、哦，这个你看很精准的，它就传回系统的时间，好 ，return 这个系统的时间，这个都可以去看你的原文手册，还有单位是 ms。好，这样这个有没有问题？这个你看了、啊、有刚刚的位置。好啊，这个都没问题。这个 port B、port C， 放置型，那这件事情要扫描，好这样。好，这个难道是不是画面切回给你们练习一下？好，那如果没问题，来再来、哦。明灭，有时候两个字如果相同，像88255，你若没有显示空白码，会剩825，所以你要养成一个习惯了、哦，你这个字。这个字也要给一个空白，你看哦，零哦，空白也要给它时间哦，你要给它一个空白，你可以继续加上去，让它闪烁一下，这一段可以把它加上去，你看哦，这一段你是不是这段一秒嘛，对不对？你要给它一点空白，好、哦，这个是又另外一个了，好、哦，然后你就让一下。啊，闪烁一下，它这样，如果它要先清掉一下，这样比较保险，
好 ，OK 了。好，再来再来。方法二，还有一种方式，它是将零到九通通依照顺序计算它的输出码，通通放到阵列了，然后将要显示的文字以字串储存，每次抓一个字元去输出。你看我的意思就是说，你零一口气通通弄好了，零、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中文你看，如果是英文呢，我更狠，通通算好了，我从三十二，我可以显示所有数字以大小写，我从三十二开始，把 ASCII 码通通弄好了，这个好像从三十二开始，你看我一大堆，这个就电脑算了，我通通算好了，我是从三十二开始算，这么多，前面九个我还可以用人工算哦。这里是我用人工算的，零到九，这是我用人工算的。其实我是用电脑算的，我是写 VV， 但是我是用电脑算的。你用电脑算、人工算都可以，零到九先算好了哦。好，那现在你要显示这个八二五七，这时候就随便你了。这里这个随便你了，你要去打几个字。九八七几个字随便你打了，这个是随便你了，你先东西先换好，你零到九都做好了啊，这个 string f 是你要显示的东西嘛，好，这个一样跟刚才都一样。好，每次是不是抓一个字元，你抓到的哦，它是取到它的 ASCII 扣码哦，所以你要把它减48，你要减48，你抓到零，你一嘛，一一一一，刚刚是不是49？哦，刚才一，一一是不是49？你那个字眼的一是49，所以你要减48。一明明是在这里啊，这个是零，这个是一啊，一一，你看一一很瘦瘦的嘛，一是不是瘦瘦的？一，这个是一哦。你抓到的，哎，刚刚好，幸好你抓到的，如果抓到一，是不是49？所以你要减48，难道一样吗？一样，你要去抓，去对应去抓它，好、哦，你是不是对应去抓？跟刚才又一模一样，所以我们写程式就是很有顺序，很有就是每一个范例，每一个范例都稍微有一个关联性，是不是跟刚才又一模一样了？第一个。FI 哦 ，I 一开始等于零哦，好，零的时候是不是抓到这个八？抓到八，八是取到它的 ASCII 扣，所以你要减48。然后一样去这里抓几个，抓几个，抓八个啊，抓八个，你八零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抓这八个上场，八就是抓这八个上场，上场呢要扫描一下。就这样扫描一下 ，OK， 这样，来来，我们一样给 run 一下 ，run 一下，很好玩。是不是一样？825710，825710，好，没问题哈、哦。啊，你。你都做好了，这里随便你了，这里随便你了。我长度，我只是六，我可以取多一点啊，我已经改了、啊，取多一点，这里随便我取十个，这里是不是随便你？好，随便你啦，好，这样是不是你可以去变化它？零，好像随便你变的啦，好像是随便你变的。好，更狠哦，这一次方法三哦，我从32到122，来 ASCII 扣来，各位看一下什么叫 ASCII 扣，就是这里 ASCII。我的意思是说，我从32开始，哦，32是空白啦，各位有没有看到？因为前面30到31是控制字元。32是空白，33是惊叹号，34是这个哦。
到哪里？到一二，好，我把每一个字哦，到了一二我都去算。好，这样有一个好处哦，我这么多，你要用人工算也可以了啊。我是用电脑算的哦，你看哦，电脑怎么算呢？你看我是不是？我当场算了，我是写了一个程式啊。来来来，那我们看课本啊。来，各位看那个24页的，我就是要配置一个图形控制项了。然后呢，我是不是 我把这个图形控制项的 name 改一下，改成 PIC， 因为你的名字太长了，我不好叫，写程式你不好写。他的名字的，他的 name 预设值是 Pikachu One， 名字太长不好用，麻烦你把它改为 PIC。然后呢，第二个你配置一个文字控制项 TEST。第三个，麻烦你配置一个按钮。然后你看哦 ，PIC scale mode， 就是说这个图形控制项，它是以像素为坐标单位。哎，这个是这样哦，所有的影像处理那个所有的软体都有这个功能的。你用 C Sharp、VB， 或者你用 Python， 统统有这个能力哦，统统有这个能力去算哦，统统有这个能力啊。我是觉得用 VB 是最轻松的。好啊，你看哦。我安排这个 picture 以像素为坐标单位，字型大小是8， form size 是8，设定它的字型大小是8。current x current y 是说我的坐标以左上角为它的坐标原点。那我写6下去，或者我写6上去哦，我写一个字上去。那现在的你又要看那个25页了，重点来了。前面都是一些规定了，重点来了，我是不是用双回圈？这个你要练习双回圈哦。C1 到 C8， 我刚才是不是0x91、0x4A、08、0x80？ 这个是外回圈。你想象一下，这是外回圈哦。内回圈呢？你刚才有人用 Excel 一样啊、哦。内回圈，这个一，第一个一是不是2的0次方？再来。2的1次方，2的2次方，2的3次方，2的4次方 ，R 五那个是不是2的4次方？啊 ，R 八那个一站在那里是2的7次方，这是内回圈，这是内回圈哦。我计算红，你这个如果先懂了，你这个程式才懂。你看，你想象一下哦，我计算这个红是不是要外回圈？外回圈就是转零。0x91、0x4A， 这个叫外回圈。啊，每一个 C1 是不是还要用一个回圈 ？C1 还要用一个回圈。那电脑很厉害哦，电脑就是有一个指令叫做 point。电脑 VB 是用 point 哦 ，point。你看那个第前面一页21页，电脑 VB 就是用这个 point。Point 的这个指令哦，传回那个 SY 的颜色的值。好，你看哦，如果它是一的话，一黑点是零。你看哦，一零就是你要的。一哦，一就是黑点，黑点它的值是零，很奇怪，就不亮嘛。不亮就是一。这个如果是零的话，你就把它累加起来，就是。P 等于 P 加2的 Z 减1次方，这样可以了解哈。啊，有 I 等于 7， 你看哦，你要看25页的下面 ，I 等于7是不是结案了？你要给一个大括号跟分号。I 外回圈7的时候，你要给一个大括号。啊，其他你都给一个逗点。I 等于0，你是不是124的时候？给一个逗点，把它隔开啊。I 等于0到6，你都是给一个逗点。你是不是看到12是逗点，146逗点，124的124就是这个0x91算出来的了。哎，对不起，我这个是这个第25页124是6666666算出来的。6的 C1 是124。我写一个6，要用电脑下去算的。
各位回去哈，如果你有 VV 练习一下。这里，我的意思就是这样。来啊，其他资讯，能要执行。六，这个就是我刚才讲的，啊，这个是输出，这个是我六要写过来，它是算好了。一写过来，一写过来算，我马上算出来。你看哦，这个 VV 是不是你看哦？那我现在32，我是把32写下去，马上算。你看三个回圈哦，这个太强了。这你如果会了哈，你今天 APC 你的功力，你儿子要考 APCS 就功力，我32是不是写下去马上算？这个哦，他算出来的值，算出来的值马上每一个人哦，这个来，我要从前面那里讲了。来，你们先实习一下，我把 VV 灌起来。好了哦，我做一遍哦。你是不是开 VV 嘛？开 VV 就会进入这个画面哦。啊，就开启。那这个有一点讨厌，视窗有一点讨厌，你就工具选项进阶 SDI。好，他说要下一次，反正。来啊，你再一次。他装好了就有这个，好，装好了有这个。好，我做给你们看哦，我们用电脑去算哦，是不是开启就这个画面哦？难道你这个是不是有这个图形控制下？我是不是说要用这个 picture box？ 你看哦，你就按两下，好。然后呢，这个输出，这个是他帮你算好的输出，他帮你算好的输出，啊，是不是要一个按钮？这样没问题哦，三个而已哦，三个是一个、两个、三个，好，这个名字太长了，各位看他的名字，他的名字那么长不好写，你就把它改一下。改 PIC， 好，因为三个字最好嘛，名字太长不好叫，不好写，名字哦，改 name 哦，改 PIC， 好，然后嘞，这里你去 call 比较快哦，是复制，这里哦，这里，看好哦，按两下。程式是不是贴在这里？来，太小了，字太小了，工具，编辑，字太小了，工具，选项，撰写风格。来，我这边看不，来看一遍哦，看好哦，我先 run 一下，麦落彩哦，以像素，这样你看哦，我是 run 下去六就帮你算好了，怎么算的哦？你这个懂了，你后面通通懂。你再看一遍哦，我要算帮他，我六，我是把我要算六哦，好、哦，你看这里哦，现在是这样哦。是不是这个通通出来了，都电脑算的哦。好，你看哦，是不是你看我 S 字串，这个是样板，这是样板，好，这是样板哦。啊，最后 I 等于7的时候，这个也要出去，你看一下哦，这个是不是样板？这个是样板哦，好啊，这个是最后出去的，
你想象一下嘛，是不是零到七？你自己想象一下，刚刚这里，刚刚这里啊，是不是零到七？零到七嘛，外回圈哦，外回圈是不是零到七？内回圈呢，一到八。喂，这个是经验值啊。为什么老师你知道零到应该是零到七吧？但是呢，它离文字跟文字之间有一个间距啦，这个是经验值，这没办法，这是做实验来的。好、哦，这里零到七是这样啊、哦，零到七啊，这个为什么一到八那是经验值？反正你要做内回圈嘛，内回圈，如果它等于零。黑点，这个叫做这个啦，黑点，这个叫亮点哦，好、哦、像素它像素了哦，你看哦 ，picture 嘛 ，picture 就是这个 picture， 这个 picture 是 KOMO 三，它的坐标单位是像素，你坐标单位也可以公分啊，也可以英寸啊，啊，我要取就是像素为坐标单位，像素，啊，我这个六。是我要写上去的大文字大小啊，我写的位置写红没办法，红那么笔画那么多没办法，你可以写六，简单的写六啊，这个是你每一个字都固定的，红那么多写不下去，笔画太多了，中文字这个只有八乘以八，你要写红可以啊，后面十六乘以十六就可以，你可以推广我们八乘以八会了，你我八乘以八如果会了，你这个是六乘以六十四，就是推广而已哦，推广而已，很好玩。八乘以八你通通懂了，你这个一定做得出来。那你看哦，这个是 P 每次要归零嘛？那我只是把那些黑点累加起来而已啊。I 等于零到六呢，是 S 等于 S 这个字串的累加。你要把 P 转为字串累加起来，这个可以哈、哦。你算一个起来了，一二四，这叫字串的累加。好，如果你不相信，那你把它去掉。那个有的叫数字的累加，但是不行，它明明是字串，这叫字串的累加。你先把 P 转为字串再累加，这样可不可以？四加四是等于八。啊，如果这样呢，是不是四四？了解哈、哦，字串的累加，数值的累加 ，OK 哦，好，大家点头我就很开心。好，你看哦，这是叫字串的累加，我要把 P 嘛 ，P 转为字串啊，再累加。好，通通做完了，通通做完了，这个 S 是不是要出去？好，你看哦，这个回圈。做完，这个是 i 等于零的时候要做嘛 ？i 等于零是不是就放一个逗点上去 ？i 等于零 ，i 等于零是放一个逗点 ，i 等于七就结案了。好，这个如果你懂，你后面都懂了。来，那我这个嘞，这个我从32三个回圈哦，看好不？这个更强，只有用到一个 text two 而已嘛。我复制，是这样。我这里改一下，因为我是一，好像这样哦。但是，很神奇哦，你电脑会了，什么都无敌了。我要有卷轴的哦。两者皆有啊，而且我要这里我让它除哦，让一下，好了，太强了，算都算好了，所以电脑会你就无敌了哈，现在通通算好了，从32。这个32空白嘛，你有没有看到32是不是空白？啊，这33哦，移动圣赫啊了。这个也可以叫人工智慧，你们开人工智慧也可以请我来啊，这个也可以叫人工智慧啊。
电脑通通算了。你看哦，我再讲一遍哦，很好玩哦。你看，你如果你刚才懂的话，这个是爱先要处理，这个是死的样板，样板哦，三个回圈哦，这外回圈啊，这是刚刚的一件事情，这是刚刚的一个一个三十二爱这几遍嘛，三十二爱者嘛，三十三嘛爱者，三十四嘛爱者，安尼哦，这三层回圈，你那顿悟啊，你得很开心。三十二是咪爱去做一遍？三十二，我这先好处理，来哦，我这先好处理。你这个是咪爱先好处理？这是死的，这堆是死的。三十二嘞，三十二伊爱做个了，我这个我甲改较大字嘞，无恁人大家目睭看通，这个来家家，为什么我拢赚袂到钱？我真正是有啊有啊，吼、哦，安尼看有无？这个三十二。三十二想爱做个料，三十三嘛爱做个料，三十四嘛爱做个料。你学起来吼，恁儿子也足钦佩你哦啦。妈妈恁来遮厉害，来学起来，你等于教恁囝，恁囝会足欢喜。你看，这个我是不是外回？这个先我处理。你三十二想爱做这个，哦，你每一个做完了。三十二做三十二的零到七，你是不是 I 等于七？爱学这个去处理，啊，其他拢爱学这个。你看一个回圈爱做个大哦，安尼是咪做一个一人份？那你一起看啊，我好 run 哇，安尼你同齐看两个荧幕，同齐看。好来，你看哦，我这个爱学先处理。这堆是不是这堆？好看无？这堆就是这堆。好，我三十二爱先这个处理，这个是这个，过来是这个，这堆就是这堆啊。啊，这最后一个做完。最后一个做完，你就爱搁这个好处理，就是这个最后了嘛，这个这样了不了解？这个你看哦，我是不是先写上去？这个先好处理哦，这个先好处理，这个先好处理，这个哦，这个就是这个哦。好，啊，过来是爱个 print， 我写。写这个三十二嘛，每一个字都要写上去，每一个写上去都要做这件，这样可以懂哈、哦？好啊，这两天你如果可以了，都可以了，啊，这个都有啊嘛，都有啊、哦，三十二是空白，是不是？这都造出来，再造出来，好，我这样开始买啊，开始随在你啊，这个营销。这个可以，你就可以随便你的 ，this is a book 八号五七零，都可以的哦。哦，这个书在里啊，也英文、中文都可以，而且这个是告白版，英文的 th 较无意义啦，中文较有意义啦，中文就比较有意义。好、哦，你看啊、哦，这个 kiko 就我复制起来，我的意思是这个。来，这个这堆拢共款啦吼，这堆是电脑产生的，就是你要去放字型，你要减三十二，减三十二，我放好了，就去扫描输出这样而已。好 ，run 一下，有了，一个字八二五七一零，你是 T。
HIS， 好，没问题哦，好，很好玩。这个如果你这个都懂了，我待会介绍一下硬体的改变硬体，你通通举一反三了啦。那今天八乘以八是介绍到这里的啦。好，那我先来讲十六乘以十六怎么做哦。十六乘以十六，你可以买这种东西，但是它蛮贵的。它有市面上可以看到两种，我可以收集到目前跑遍全国的那个电子材行，八乘以八就到处可以买得到啊。十六乘以十六的，我买到这两种。你看哦，它就是这样。接角它就是整排的，就是这样，你插下去就是这样整排啊。另外一种接角是长成这样啊，你也可以用四个，因为我买四个的单价比它的还低，所以我就没有去买它，因为它蛮贵的。奇怪，这种新的东西买，我后来算一算，我干脆买四个自己斗，买四个比它一个还便宜，好啊，所以我就用四个去斗。好啊，你看哦，它理论上你看你这样接嘛，这样接就好了，就是你看哦， Port A Port C 当资料线， A 跟 C 当资料线， R K 跟 F 直接驱动啦。这样不行，这样 Port K 跟 Port F 当作资料，当作位置线啦，这个当作资料线啦。这样的话，你摸这个会有一点温度了，我发现它会有一点温度，而且亮度真的不太够，因为它亮度不太够，你摸它的话，我做实验的话，它会有温度了，不行啊。八乘以八还可以，八乘以八，因为它只有六十四颗而已，也还好，我摸它的话是还好。如果以长时间工作的话，不行哦，你直接驱动，像这个我也没有直接驱动，你不可以让这个 CPU 又要做控制，又要做功率放大，这样不行。我的功率放大是由24来提供的，又是要一个缓冲器了。你可以看我这里，我这个是用24，所以我要拿24出来，就是电流由它提供，功率由它提供，我只是做控制而已。好，所以你看一下我要怎么设计，我要怎么多出来哦。所以你必须这样，24哦，要缓冲一下。你电流不可以用，你啊，丁人让他专心做一件事情，信号提供者，就如同你家的音响，你有分前级后级嘛？你的信号 CD 只是信号而已，你的 CD play 那个只是提供信号而已，你出力是有写按谱去出力嘛？好，一样，这个你想象成它是出力的，提供电流，它缓冲而已哦。啊，这个一样，这边。你所有的电流不能流进来，你的电流不可以都流给他，你要缓冲138就是缓冲，你电流不可以通通给他，通通不可以回去，你通通回去他也是太热啊，亮度也不够，所以你要透过138。好，那我是个138，是不是要做一个动作？我用 P0 PC0 PC1 PC2 PC3 哦，我这里反正我就是做一个动作而已，我24缓冲138，你要先看138，就是有这个特性哦。我给你复习一下，我000的时候只有 Y0 是低电位，这个是数位逻辑。我们高职有一门课叫做数位逻辑设计，你看哦，我给000的时候，它叫编码器哦，就是 Y0 得到低电位。刚刚是不是有一个动作？我每次哦，都只有一个人，一个 current 可以低电位。我刚才是用软体啊，现在你要硬体来做也是啊。我就是人家就是有这种硬体，我给000的时候，只有 Y0 是低电位。好，我给000的时候，我一样啊，我要做刚才那个动作哦。我000的时候 Y0， 001的时候是 Y1 给低电位，人家就是真的有这种 IC。好，001的时候是 Y1， 我这个是我位置线哦，位置线，我现在是用这个位置，我这里哦 ，ABC 哦 ，ABC， 我用 ABC 这里哦。我000的时候只有 C1
是低电位，这叫数位逻辑啦。反正数位逻辑就是有这种 IC 啦。抱歉的，国文系的，反正人家就有这种 IC 哦。你想象一下，跟刚才一样，我就是每一次我 A B C 哦，我给零零零的时候，我只有 Y 这个给得到低电位，一样一样一样啊，我给零零一的时候，只有它是低电位。啊，我给零一零的时候，只有它低电位。好，所以这叫它的真值表啊。三的时候，只有它是低电位。好，这个我们不要讲太多，因为这个数位逻辑设计，我们今天不要讲太多。反正还有，我两个，我16个怎么办？你就有一个概念就好了。我细节不要讲太多，因为我还要讲16乘一样。我还有一个动作哦，他们你看哦，数位逻辑就是玩这种把戏，它都接在一起。我这只脚嘞，反正这只脚就是我零的时候它动作，我一的时候选到它，哦，就这样而已。所以4个0是它啦，选到它啊。这个如果1000选到他的他，反正你不要去，这个是我逗出来的。我是学数位逻辑的，这个我也没不晓得人家怎么做，大家各凭本事。人家字幕机他不可能告诉我，他告诉我他就没饭吃了啊！我跟大家分享，这是我想到的，就是这样逗出来的。反正我这只脚，我是不是有2个138？我有2个138。我零的时候选到它，我这个一的时候选到它，那自然而然就有办法让它大家轮流。你看哦，我4个0就选到它，4个15，4个1就是这一个编码器啊，4对16啊。3对8嘛，3对8的编码啊，我4就可以编到16。好啦，这个如果一样哦，3.25了，我硬体先，哎，16乘以16嘞，16乘16一样哦，哦，这个我无私的分享，一样哦，大家都接在一起，138，138，138，138，138，138，这里如果有读电子工程的、读工教系的，你就应该很开心。这个也是138哦，这个138是3对8啊，这个138也是3对8，这个000选到它，这个三个零大家都选到，你看哦，三个零都选到它，你看哦，大家这就是数位逻辑设计哦。你儿子如果学数位逻辑的，你教他，他搞不好他没开窍，你教一教他就开窍了。三个零选到他，再用一个，后面还有一个大老板，三个一选到他，所以6个0选到他就对了。6对64的编码，也就是我都是在做一件事情而已。6个0选到它，6个1选到它，0到63的编码器，很有趣，就叫数位逻辑设计。硬体就这样啊。二四四做什么？二四四，你看哦，这个六，现在是不是16乘以16了？我用 Port A。Port B， 其他都一样了哦。硬体讲完了啊，软体我们干脆直接讲，看这里，字幕机程式产生器哦，这里，来，我接好，来哦，你看哦，现在是不是下载来了？其他资讯，这里哦，人道执行。这个哦，你看哦，产生 Arduino 程式，是不是通通 Kiri Koro 通通有了？好，怎么操作哦？
有没有没问题哦？我就复制，没问题哦。来这里，贴上。可惜，就这样，你看一下，刚刚好而已。好，就这样做的哦。好，哦，这个哦，来告白板怎么做？来，动画程式产生器这个吧。这个你看哦，外面那个小丽人是不是这样做的？我不晓得人家怎么做的。他不然是人工去算的还是电脑算的我不晓得，反正我看一看我就自己会做了，你看哦，他是不是这样，他小绿人嘛，你是不是要去点一下，随便点，那你是不是要取画面做一，需要取画面再做一，再取画面，取一下前面，再左移一下，随便你啊。我没有艺术天分，如果你有那个艺术天分了，你自己去抓。好，就取荧幕画面。好了啦，好了，我们今天这样就好了。产生，复制。来，你看哦，很好玩，贴。你买一个来给学生搞怪，就是来想办法去给我做一只马鸟在飞，好，这个刚才那个画面你就可以去发挥了。那个有班上有那个有美工天分的，叫他想办法丢10块钱，叫他自己做一个鸟在飞，马在跑，一定有那种人有那种天分的。刚才那个画面啊，就这样啊，扣扣扣，就这样。你看哦，真的是出来了，这样是不是这样？他就会做动画了。有啊，台中商专那个动画系，电影的后制系就是这样啊，你都要去修改啊，那个画面图来了，眼睛要去点大一点，哦，什么叫眼睛？你看哦，图来了，就这个啊，你看哦，电影现在很多电影都是那个，你看嘛，这个字嘛。你的拍现场拍的照片，人不够多怎么办？你自己去点啊，再复制啊。你的场面10个人而已，你自己复制10遍，你要后制嘛。还有人跟狮子哪有可能在一起拍片？人拍一拍，狮子拍一拍，按照融合再后制哦。你叫人跟狮子关在一起多危险，不如狮子拍一拍，人拍一拍啊！你要想办法，你后制的人。各凭本事哦，那就是在这里点哦，两张画面凑在一起，那就是这样了。好，哦，你看，或者同一个画面竟然有同一个人饰演两个角色，也要这样做哦。你看，我是不是来先再一次这个你字不够漂亮，我先取一个，好，哦，取画面。你可以左移啊，取荧幕画面啊，你眼睛要改大一点，你要改漂亮一点，都在这边改，难道你取前面，难道你可以自己再写啊？好，这个画面取好，再来那个看过有没有看过我那个影片，取最后取前面，好，你告白板小明，我你们的中文抱歉啊，不会写哦，五一好，这里取 YYO。好，这样好，最后好了，复制，好，就这样，来这边贴，好，来上传一下，好，马上解释哦，解释。
这个是不是这样？你都刚才的一个的一个的一个字一个字都可以出现，好，就告白板告白板。好，我们这一个先解释而已。这个先解释，你刚才嘛，你是不是每一个画面？这个是你几个画面哦？第一个先空白，第一个画面，这里有64个哦，你自己回家数一数。第一个画面的时间，第二个画面的时间，来你自己数一数哦。这刚好64个，每一个人都64个了，每一个人都64个，啊，这个是取全美，好，啊，我是不是11个画面？这个也是他刚才传出来的，11个画面，你每一组嘛，每一组。K 等于零到 anywhere， 你每一组都是你每一组哦，是不是1到64，一共64哦，64，这个你是不是要把它放到 K 哦 ，K 是第几组 ？K 是第几组？每一组都有64个，哈 ，K 是第几组哦？第几组？每一组都有64个 K。K 哦 ，K 是哪一组？每一组都有64个，这个是时间。我延迟时间呢、啊？我可以控制它的。这个是时间哦，我刚才忘了取。这个是你的延迟的时间，这个是你的时间。啊，你只是在做扫描的动作哦，原来就是这样。好啊，再来另外一个了，另外一个这一个，这个是跑马灯的哦。这个复制，这个跑马灯的来，这个也是没有困难。来，这个是不是这样的？先闪烁上移这个的哦，好，这个是这个我们来看一下程式。这是刚才你取到的画面，这一段是你的标题。啊，再来这个是一大堆的哦，你取到一大堆的，我也是一样啊，这个是标题，你看哦，标题，啊，这个是文字，标题只是在那边，标题哦，标题我要让它。这个是标题，明媚三次嘛，这个做三次，我换过来，明媚，再来上卷啊，上卷没交，跑马灯这个一样啊，好，跑马灯，这个是你取到的文字，这是延迟的时间啊，其实都一样，来，我们看一下程式了，程式都一样哦。你来看一下，我是觉得我们看一下 VB 程式，好。就是因为现在时间没。对了，不要讲了，不要讲。是不是给老师 Q&A 的时间？好，对，不要再进入这个，后来这个太，就不要再剩下就好。对，我看来，今天就或可在8×8就好了。这个64我看不要了，因为你前面如果没有，就大家不要浪费时间。现在流行的，而且现在流行 Python。对 ，Python， 我这里有 Python 来。可是基本上我们知道，就是外面业界好像大部分都是 C 加加，那这样子的话，可是在学校里，就是我们 APCS 也是看 C 嘛，那这样的话，老师会觉得说有必要去学 Python 吗？还是学在 C 就好？还是说怎么样？对不起，我的想法是这样。因为我们 APCS， 我的想法是你目标3分就好了。你要一个考试，你要考60分比较容易哦。你要考90分，你要相对付出很多的时间。重点是现在 APCS 的名额很少，但是这个世界上就是有一些有天才的，因为他现在台大、清大、中资辈的都2个3个，
那几个名额都给谁占走了？都给那个有一种叫奥林匹亚的培训学生，都给他们占走了。因为国立的中资辈的国立的 APCN 名额，大概加一加，我算一算，大概30不到50个。啊，那种很奇怪哦，世界上就是有那种高手，那种天才的。天才的他有办法考到4分5分，就是满分10分，他就有办法考到7分6分哦。啊，如果没有天分的，像我们这个普罗大众，其实你的目标应该是3分就好。3分就是你要用 Python 来写比较快，就是用 Python 来去答题比较容易达到3分，因为你我们一般的人就是我可能设定在中资辈或者成大那里，那个就中资辈就好，那个清大、交大那个要有一点天分。如果你设定在中资辈的话，那你就或者你不要去占 APCS 名额，而是说你一样去考学测啊，考到一个不错的成绩。那因为你 APCS 有3分，你推甄就会帮你很大的忙了。啊，如果要3分的话，我建议你们用 Python 去答题就好了。啊，而且有一些树状结构啦，后面呢你不要去读，因为考试时间只有150分，你没有天分不可能做到4题。我们像我进去考，我也没天分，我大概都答2题差不多了，我也每次都考3分4分而已。我考100遍会不会考5分？不会，因为我的天分就是这样而已。我的天分，我的速度，我大概的，我最好的考4分，我打死我也考不到5分了。没有天分，没有天分，不要浪费时间，因为风险太高了。你为了考，你看一张考卷，你要考90几分，你后来要花很多时间，你把你的学业就弄糟了、啊，不如你就稳稳的，你还是好好去准备你的学测，啊，只是抽一点时间，抽一点时间来考学一下 Python。你如果看了我的书，你才会发现，你要答对2题是很容易的，因为它4题都有2题简单的啦，你就很悠哉的，不用给自己压力。我的登入去内底经验2题，做做我就出来啊。安尼你就有3分啊，这样你才会轻松。后面就不要做了啊！所以我建议大家还是要学点 Python 啊，初学者也要学 Python。为什么呢？因为 Python 的容错能力很强，它的容错能力很强哎。啊 ，C 语言它就是常常哦，你没有错误，结果还是错。为什么？有些函数，因为它很强调那个资料形态，同样是取有些函数，它你如果有些函数哦，比如说举一个最简单的 ABS 跟 FABS， 两个都是绝对值，但是差别在哪里？差别在精密度。POW 跟 POWL 差在哪里？都是差在精密度。你初学者哪有可能搞到那么清楚？常常你要去搞它的精密度，你用错函数，你的出来就是没有错误，但是结果就是错。因为 POW 的用那个函数，你3次方，死的3次方，它是999。我为了这个问题，我也是搞了3天，我后来才发现，原来要用 POWL 函数才会取到1000。所以你很常常很痛苦，常常。我都自己都觉得有挫败感了，学生更会有挫败感，因为没有错误，结果就是错误，这是最痛苦的。啊，所以啊 ，Python 呢 ，Python 它速度不太快，啊，但是呢，它小问题它都帮你克服的了。哎，对不起，还可不可以这样啊？我的答复是这样。好、哦，好，还有没有问题？啊，如果你们要学校做科展的，或者你儿子是高中生的，你可以申请一块全部啦。比如说前一阵子就有人就是疫情的关系，他们要做科展，他们就想到要做一个人流管制器嘛，人流管制器啊，我就有用一个就像类似吸头，各位吸头是不是
或者说你就用一个这个叫做无这个叫做这里有一个感测器叫做那个距离，这里有一个感测器叫做我看一下，就是用一个侦测，用一个距离侦测器啊，侦测它有人进来了就可以侦测计数器嘛，计数图书馆计数器，当人累积到一定的程度了，它闸门就放下来了。好，你做科展也是要跟时事跟疫情结合一下，这样比较容易得奖。